兩艘快艇在大埔海域相撞，其中一艘快艇不顧而去，意外中有三人受傷送院。三個傷者分別由救護車送去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，其中一人傷勢較為嚴重。事發下午1時多，一艘快艇在大埔老虎窟對出400米海面航行期間，被另一艘快艇撞倒，之後涉事的快艇高速駛走。至於被撞的快艇，船上總共有5人受傷，水警輪接載救護人員到嚟為傷者治療，其中2人經治理後拒絕送院，另外3人就送院救治。